好，我要 broadcast to you the red carpet session in front of the Shanghai Grand Theater。给我钱。那么在今天晚上 CCTV 六第一频道将为您全程同步直播亚洲新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爵奖红毯仪式和颁奖典礼的盛况。2017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马上就要在今晚落下帷幕了。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最受人瞩目的电影人身上，一起来欢迎2017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尊贵的来宾们踏上红地毯。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Let's welcome all the celebrities and filmmakers coming to the red carpet.好，现在呢，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引爆者之徒》，他们是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宁、董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夏卫国、导演常征、主演段奕宏、于南、王景春、陈泰深。著名女演员于南呢，曾经担任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欢迎我们引爆者之徒。嗨，各位，我先从导演开始哈。唐导演，这个影片呢集3D 皮厚为一体，真的是阵容强大。和这么一些大牌演员合作，您觉得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谢谢。这个戏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有这个三弟一后这样的一个组合，让我确实很享受这个创作过程。然后在此很期待我的这些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是中国电影真正的瑰宝。谢谢他们。谢谢导演，哇，还深深的鞠上一躬。段奕宏吓一跳。那其实段奕宏，我们知道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凭借《烈日灼心》拿下了影帝啊。那很想知道这一次的引爆者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哎呀，我觉得引爆者不能凭我一己之力啊，这台上站了这么多影帝以后的，我觉得我们几位在一起会引爆一个大的爆炸，非常的引人注目，对，引起轰动的效应啊。于南也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是做过演员，做过导演，又做过我们的这个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是。所以于南去年在上海走红地毯的时候，记得是上海王嘛，对不对？好，此时此刻再一次回归到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什么祝福的话送给20岁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祝福上海电影节2017我们很幸运作为闭幕影片，来感谢这些真正的好演员跟大明星。感谢他们，我们一起合作，谢谢导演，谢谢。是的，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这么多的好演员和导演一起为我们的电影的粉丝观众们来奉献这么多的好电影。是，有一位演员是从上海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世界的。是，景春兄送上你的祝福。非常高兴又一次踏上了这个上影节的舞台了，还是祝咱们上影节20岁生日快乐。谢谢王景春。好，也非常期待这部影片，希望能够取得非常好的票房，叫好又叫座。谢谢各位，谢谢，这边欢迎引爆者的来宾。欢迎现场直播，我们此时此刻真的是
现场直播。那就从我们好评开始吧。那好评是来自于上海话剧公司的演员，这几年我见证了他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呢真的是从话剧走上电视剧，走上电影，走上全国。我们今天是20岁生日，来送上我们的主场。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平，非常高兴可以参加咱们第20届上海电影节的红毯仪式。首先呢，刚才走在我前面的王景春说的非常好，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上海多拍好电影，多出好演员。希望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国产好电影。嗯，说得太好了。那这个郝平其实在这部现场直播里的角色，能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呢，我们两个在片子里面两个坏人，两个大反派，配合了我们剧组演员来到这里。我在戏里面扮演黄健，是一个大 boss 大反派。这是女鬼大反派吗？应该说不是了。上回的电影的独占大片多也是反派，因为近几年呢，我也想从原来观众的熟知的那种好男人啊、好丈夫，我们稍微转转型，有一个新的那个突破。好，站在我旁边的非常帅的帅哥许绍洋老师，也是一个大反派。我说呢，这个算是我的第一次做头号的东西犯。对，只是刚刚说到公子，什么白王子什么，我是真的是演蛮多的。对啊，在大家的心目中。对，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演大反派，然后是坏到有点在骨子里面的，真的坏到很离谱。那大家都很期待这偶像王子到底有多坏，一起要看现场直播才知道。好，谢谢。谢谢邵阳，谢谢一鸣，谢谢导演，谢谢，这边请。期待，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入围本届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参赛片《伊朗电影筹款风波》，他们呢是导演 Mostafa 以及演员米尔塔和演员 Redan Burn。 欢迎各位王豪。影片讲述了五个在科学领域天赋异禀的年轻人正准备移民意大利时，其中一位突然因病急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朱茵。
嘛，对不对？那这次踏上我们上海国际影视节的红毯，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就首先要祝20岁的上海电影节生日快乐。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所以我觉得我赶上了，我很荣幸，也很荣幸可以带来我的剧组二次初恋，更加的见面。嗯，谢谢朱茵。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导演戴伟，其实之前跟我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常的有缘分，在2008年的时候就凭借《妈妈没躲》获得了亚洲新人奖，对不对？很受欢迎，而且呢，之后也有第二部西藏作品《西藏往事》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项目，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这一次的二次初恋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很高兴是第二次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这感觉很好。二次初恋是一部奇幻的、浪漫的爱情喜剧。剧情我要保密，我卖个关子吧，因为大家一定很期待女神朱茵在我们影片中的表现。然后我想说，她在我们影片里面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我想8月25号情人节，希望你们到电影院来观看不一样的女神的表演。谢谢。说实话啊，这个刚才在走红地毯面向你们的时候，我跟优佳两人说。谁是导演？因为都是女演员和男一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美女导演。黄征，来说说你在这部戏当中和谁二次恋爱？当然和我走的这位。今天来上海电影节，我觉得总碰到我也很开心，因为今天我是在花朵的簇拥当中。所以愿我们这个二次恋爱的更加的绽放，好吧？谢谢我们女导演，谢谢各位。一起期待8月25日电影的上映，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这边请。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入围本届电影节金爵动画片单元的英国电影《致爱繁花》的导演休·格尔斯曼。我们的 Brad Birchman 影片呢，为了纪念梵高125岁诞辰，通过动画师手绘120幅梵高雕刻。这部呢，探索梵高的精神世界与死亡之谜。这也是世界首部动画漫画的电影长片。看到此片呢，果然也是这一笔下一个色彩鲜明的世界。Let's hope I never wrote the movie Loving Vincent。
欢迎各位，欢迎丁志夏剧组来到我们采访区。其实我们导演蔡少庆先生已经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在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是担任的是亚洲新人奖的评委，那在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是金爵奖的评委，今天是参赛影片，有没有信心获奖？他一定是，我觉得很有信心。导演有信心。是，那我们的主演黄渤，早就已经是影帝了，而且呢，黄渤可以说被称为是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之一啊！主演了这么多受欢迎的电影，今天晚上就要冲击金爵影帝，有信心吗？这个影帝一直是拍电影的一个小弟弟，对，希望能够继续努力。那今晚呢，马上就过大概一个小时就要揭晓了这个结果。对，然后就自己心中默念着哈。祝你好运，谢谢，希望能取得好的成绩。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黄渤的粉丝，对不对？你们喜欢他吗？喜欢。爱不爱他？各位，你们觉得他今天会不会获胜呢？说实话，我们群众的呼声对红毯区的主持人，包括现场所有的记者都不知道结果，但是我预测一下，万一你是获胜了，你有什么样的庆祝方式呢？今天晚上得到金爵影帝称号。如果你看你这都说了个万一，意思一万分之一的事儿，你那么激动干嘛？对，所以说这个能够参与，其实就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那能碰到好的导演、好的作品，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个作品来，然后能够完成它，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希望这个整个电影都会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嗯，真的好，谢谢。所以我想，这也是黄渤一个非常好的成就影帝的心态。作为电影人，努力的拍摄电影，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在意结果，但是自己投入了，把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就可以了，是吗？当然也希望今天晚上能取得获胜。对，没错没错，今天其实是一个影人的大 party， 对，能够获胜真的是皆大欢喜，但是我们参与性更强。再次谢谢各位导演，谢谢各位演员，谢谢，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好，谢谢黄渤老师的粉丝群太强大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参赛片《意大利电影在伟大的和可怕的世界》剧组导演 Daniel Magni 以及导演 Laura Brini 欢迎，以及我们的导演 Maria Brida 欢迎。欢迎演员 Brady Dandy， 欢迎。本片中讲述了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理论。我们也期待着这部影片在今天晚上的有所斩获。好浪漫，还是蛮一样的。
客，一只生活在哈丁顿森林里的小老鼠，为了救小动物不被大型动物伤害，提出让所有动物接受一部法案的故事。Here's the broken movie in the forest of Happy Cookie. Now, 现在呢，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动画片的评委，美国动画片导演托尼·班克罗夫特，以及中国编剧、动画制片袁枚。班克罗夫特凭《花木兰》获得动画业最高荣誉安妮奖最佳导演奖。那么，袁枚监制策划的动画作品呢，曾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欢迎二位。Welcome again to our red carpet. So, Mr. Bancroft, as the judge of the animation film this time, is there any good film you appreciate?Oh my gosh, we saw 5 different features this last week. They were all fabulous. That's what I like about being here at SIFT, is that the highest caliber of quality is accepted here. And it was really our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judge this. Bancroft 先生说呢，在过去这周里，他看了5部非常精良的动画电影，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原因，因为总是能够看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动画电影。成为评委他也觉得非常的荣幸。And in your opinion,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a successful animation film? Well, it has to have a good story firs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agree on to this morning, is that story comes first. That's at Pixar, that's at Disney, that's here in China, anywhere in the world, it has to have an engaging story. 他说最重要的对于一个动画电影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故事。就是说原来也是一样，都达成共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除了大明星以外，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故事。 And before I'm going to interview Madam Yuan, and I give you another question. This year is our 20th anniversary fo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 I give you 1 minute. Could you send your special greetings by drawing a picture?动画大家要有一个动漫的庆祝第20岁生日，对不对？现场作画，现场作画。同时，我来采访一下袁枚女士哈。其实，这次作为评委来讲，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非常好的一些影片的收获和大家分享的？看到了最一流的世界动画呀。我觉得一些动画的梯次，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动画的长足的进步。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能够成功的动画片最关注的三个要素是什么？好故事、好形象，然后一个好的故事的说法。太棒了，好故事、好形象、好的故事的说法，我们都是一个故事的传承者和说者，对不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最佳动画片，到底两位评选出什么样的最精彩的？对，没错没错。今晚就要揭晓了，他已经画好了。哇，我们看看 Mr. Bancroft， 哇，他突然画大了，就是生活非常的愉快，非常快乐，积极向上啊。Finally, the name for you.I'm going to send this on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IF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这是一个对我二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让由组委会留作纪念。哈哭吗？哈哭，哈哭那么大。Sorry for that. Thanks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to Shanghai. Thank you. 谢谢袁女士。谢谢 Tony。欢迎两位到来，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评审委员会，我们评委们辛苦劳作。现在呢，迎面走来的是电影《阿九》剧组。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全部来自上海本地，基本上都是80后。他们中有影片出品方上海锦都云影业创始人陈俊君、电影制片人高军、导演陶海、影片主演许仙晴、朱新瑞、菊仁熙。上海国际电影节自从确立了扶持新人办节的理念之后，就有特别多优秀的年轻影人来到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对电影的热爱。那我们也希望阿九这样的上海本土原创电影作品呢，能够越来越多，也祝福上海的电影本土原创能力越来越强。欢迎你们。
说实话，看到稿子的时候，第二个没有把这个陶海和那个陶海挂在一起。是啊。隆重介绍，本片的导演陶海曾经是我们上海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之后又是我们的主持人，是又是音乐的这个编辑，又是很多艺人的策划顾问，现在是导演了。哎，涉足陶导啊，陶导，您拍电影为什么不让我和王佳佳来参加呢？你说的啊。开心之后马上邀请，好不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颜值非常高的制片人陈君君啊，还有我们的来自宝岛台湾的这个艺人啊，这个千琴是我们这部片子的女主角，还有我们的男主角朱新瑞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投资方之一高俊，还有我们的巨人熙，也是上海的青年演员，谢谢各位。所以这是我们上海本土的一部电影，是阿九，就是还没有开机啊。这部戏呢是8月份马上就要开机啊，所以呢在第一时间呢向这个上海电影节报告汇报，对不对？那么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呢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重新怎么说捡拾良知的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期待陶海的处女作。从这个电影方面来讲，电影方面对。谢陶海，我们一起期待阿九，谢谢。谢谢阿九剧组的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现在让我们欢迎入围本届电影节最佳动画电影的日本影片《宣告黎明的鹿之歌》。影片将讲述的是生活在小渔村的村中海，遇到被村民视为灾难象征的人鱼少女鹿。当小队遇到了危机，海和人鱼少女能否拯救小镇呢？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兴盛之福。影片呢讲述了孟加拉国的文化偶像在50岁之时被女儿的好友吸引而离婚的故事。那么今天晚上他们会不会有好的成绩呢？让我们一起期待。Welcome to the crew of the movie No Bag of Roses. Welcome.现在呢，让我们欢迎闭幕式表演嘉宾，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兼程志先生。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在与这座城市的观众结缘，这次呢，兼程志老师特地为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作了一首全新的歌曲，唱出了这座城市因电影、因电影节而结缘的人们的故事。欢迎您，我们也期待着今天晚上您的表演。影片呢讲述了爱吃泡菜的流行歌手遭遇龙虾店
我们要关注这个电影，边吃小龙虾边观看这个电影。好，一起期待。好，现在踏上红毯的是影片《名利场》导演王珏，主演李艾和林子维。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娱乐圈资深导演的互动名利场的故事。文娟李艾曾入围第2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金球奖，入围最佳演电影《风暴》《寒战一》和《二》。欢迎二位。担当很多其他的这个责任，帮助着我们的制片人周丽萍
还有帮助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老艺术家，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站在这里一起塑造这么一个形象。谢谢各位。我们接下来从牛波爷爷开始吧，花样爷爷。好，代表所有的演员来送上您和大家的祝福。今天是我上海国际电影节二十岁了。二十岁，我比二十岁大一点，更大一点。祝大家参与我们的二十届电影节大会，祝你们都喜欢它。谢谢您，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友善影集团为大家呈现的邹碧华。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各位。现在呢，让我们欢迎入围本届电影节金爵纪录片单元的德国影片《当保罗穿越大海》的导演詹姆布鲁斯，欢迎您 ，Welcome。影片讲述的故事藏在了黑暗里，保罗和雅各布在错综复杂时代背景下共同寻常的友谊。Let's welcome the director of the movie When Paul Come Over the Sea.中国的演员或者中
导演合作，绝对很期待。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welcome to Shanghai. See you next year. Thank you.欢迎各位，各位其实和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渊源。高桂宇是红樱草丛之后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那刘烨导演的作品《碧螺雪山》是获得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那霍建起导演的作品是《生活秀》，获得的是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那当然，我们上次在开幕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是未来著名的秦导。对，这次带着一意孤行来到我们的创投，想真是一意孤行啊，秦海璐。每位，再次回到我们大家庭，送上各位的祝福吧。非常高兴啊，今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十届，我们也是回首当年辛苦的首次参加，特别高兴来一次这次电影节捧场。希望电影节越办越好，再见。很荣幸又能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祝他二十岁生日快乐吧。很高兴闭幕式的红毯又出现了，然后我非常荣幸，希望这二十年走过的花花月月能够永驻于人间。二十届正当年嘛，对，所以会焕发出新的光彩。谢谢各位的祝福，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今晚的闭幕式的颁奖典礼担任颁奖嘉宾，欢迎各位。哇哦！现在让我们欢迎著名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获得最后的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和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她的作品《钢琴教师》《芭蕾舞家》都曾留下惊艳表现。Welcome.看不到我操！
从地毯仪式就进入尾声了。所以各位观众，大家也不要走开，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爵奖颁奖典礼的盛况。现在我们邀请您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内场，一起来见证今天晚上金爵的诞生。朋友们，再见。再见。拿出来，衣服里面拿出来，太快就拆好了。四个公司。